间过了真紧，咱今仔日伫这个所在共同来悼念杨贵先生，咱也伫伊个人生的过程的相分内底，来记着咱台湾历史的相。但是咱上重要的就是要行出迄个相分，行出咱台湾人有希望、有愿望、有幸福的一天。土地是咱的，刘贵先生甲咱讲，这是咱的土地。咱爱为着咱的子子孙孙，为着咱的世世代代来努力伫咱的土地，来用咱的意志，不管是偌困苦的时代，咱来透过咱的意志来建立一个伫咱遮会使和平、自由、繁荣、幸福的国家。各位。在少年游贵先生的时阵，我相信咱拢会当了解游贵先生的精神，到真济台湾人牺牲奉献遐个人的精神同款。虽然因的身体已经来消失，但是因的精神永远永远伫活在咱每一个人的心目中。咱就是伫即款的历史的传承内底，咱要用咱的导师来行出一个。有光明、有希望的未来。多谢各位，多谢。感谢大家收听。那阵有摕迄个告白啊吼，迄个停车迄张吼，请摕哦，后壁一个穿黑衫面顶写 "Don't suck"，